搁再来看到，这是真趣味科学新的发觉。想要知影卵石啊，伫咧想啥物？看因的色水，就会当知影答案。来看到，这是咱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即阵啊上新的发觉，发觉讲卵石啊，伫咧受水拄到危险，也搁有生团时，拢有无同的色水。海产料理内底常常当看到的卵石啊，其实甲塔壳同款，拢会有色水甲花草的变化。不过清华大厦头一摆研究出来，原来因的花草甲因的起毛子有真大的关系。赢家跟输家是不一样的。赢家的话，它的体色会比较深，而且真正在打斗的时候，赢家其实是会在输家的上面，就是在上位者才是赢家。你无听唔对，参枪烧拍了后，输的甲赢的花草就无同款。清大研究发现，卵石仔的身躯顶的花草拢总有27种变化，基本上公的甲母的就生甲无同。黄的一寸一寸的是公的，一点一点的是母的。公的烧拍的时阵，身躯就会开始变化，头甲脚会出现幼幼的花草，目睭边的色水会变深。身躯边啊，嘛会出现乌乌一点一点，啊，小拍拍水的人，头壳嘛会有幼幼的花草，目睭边啊，色水嘛会变深，不过身躯边啊就袂有一点一点，而且身体的色水阁会变较浅。另外，伊嘛是靠花草的变化来拍妹妹，讲个会先变性，身躯边啊出现一点一点的花草，敢若咧问查囡仔讲，我安尼有好看无？母的卵石啊，若是无介意，就会出现7种变化。说落来，讲个看到嘛会随作改变，出现8种组合。佮问讲，若是安尼，敢有较好？母的若是介意，就会变成讲袂歹啦。讲的卵石啊，看到就会真欢喜，嘴皮就会出现两点，袂输咧歹势同款。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组合，就像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，有不同的单字组成不同的句子。那虽然有些单字呢会重复的使用，但是放在不同的句子当中呢，有不同的意义。清代研究团队讲，以前学界拢知影卵石会变色，不过这是全世界头一摆用真长的时间观察出来，原来有这27种基本的变化。到底这卵石啊，佮有偌侪种表情，就等科学家继续来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